马大哥，他人很节制啊。对，我这很有节制。对对，很久了，我尽力。来来来，我们一起进吧。一起来，一起来啊，一起来。谢谢马大哥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啊，嗯啊，哇，这个辣哈，哎，胖大哥，其实你也不用客气哈啊，因为我一直以来啊，都有这个投资买房的习惯。那您的千机朵拉又是非常优秀的房仲，所以我很放心啊，跟他做交易。那他也介绍我很多好的物件，我非常开心，非常满意。哎，是这样。马大哥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。来啦，你好好加油啊。是。 哎，潘大哥，这个你不用担心啊，因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就在投资房地产了。我对于这个房仲买卖相当的有心得哦，有经验。那如果说朵拉她愿意学的话，我绝对是倾囊相授，我愿意做一对一的教学，绝不藏私啊。我来，你陪爸爸，我来开门就好，陪爸爸，爸爸比较重要，我来开门，我来开门哈。哎。 哎，苏伟，马大伯，你怎么会来？新年快乐啊！你没回屏东啊？没有啊，雅芝啊，不回去过年，我就代表他妈妈陪他过年啊。顺便跟你拜年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哎，人来就好，你带什么礼来？进来啦！客气，来来来，哎，快写快写快写！好好好，哎哎哎，马大哥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大家都在等你啊，哎，不是啊，这你怎么也来了呢？哎，就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。 他是我的小老弟，我请他来的。是哦，哎呀，欢迎啊！真的欢迎，你怎么等那么久了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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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等你啊！你们干嘛？想进来啊？对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哎，马大宝，这位是我帮你介绍一下，这朵拉的爸爸潘大哥。哦，马大哥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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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叫沈彼得，叫我 Peter 就好了。好，彼得，你好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，啊，彼得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们餐桌上聊，往餐桌移动，哎，赶快脱鞋，赶快脱鞋啊！哎。 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讲说你认识潘大哥啊？对不对？你要跟我讲啊！哎，哇哦，哇哇哇哇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季节啊，吃茼蒿是最棒的，所以要多吃点茼蒿啊。等一下，来，尤婷。哎，谢阿姨，怀念。啊，是吗？嗯。给你，马挑食哎。 可惜哦，你们两个人呐，还是跟小孩子一样。嗯，啊，那一年我答应让你们去这个海军陆战队啊，我被国良他爸真的是啊骂到臭头，对我非常的不谅解。现在呢，好不容易4年过去了，从今以后你们两个要在工作上面好好的表现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妈。嗯。 同行，同行，好，这个该成家的呢，也该到时候了啊！之前帮你准备那个办公室啊，是专门招财的，现在特别帮你换了个办公室呢，就是要帮助你成家的。哦，哇，厉害啊！你换了办公室之后，我们家国良兄事业感情两得意啊，不仅事业再创高峰，良兄呢也找到他的英台妹。什么良兄？什么英台妹啊？ 吃你的火锅了哦！是，你啊，你也一样，你呢就先成家后立业，到现在还是毛毛躁躁的。哎，我看你啊，换工作跟吃饭一样，是不是？
没有了吧？他现在工作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稳定了。嗯嗯，对吧？嗯，那又有新的对象了？哎，还没有啦，我是认真在工作哎。哦，对啊。哦，是。哎，这个说到对象啊，佑廷，你跟阿姨讲讲看，这个李淑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，可以让我们家儿子这么死心塌地的？这个嘛，这个干嘛？不敢说啊。阿姨，我觉得关于李淑静，她是万中选一的好媳妇。为什么是万中选一的好媳妇啊？阿姨，你要相信我的眼光。你说什么？我相信你的眼光？阿姨为什么要相信你的眼光啊？那因为他之前追过李淑静啊。哦。哦，佑廷啊，不是阿姨要说你啊，你就是这个样子，怎么老爱这个乱追一通的嘞？你知不知道，只有这些女生都到我们家来找国良，你就不知道我在家里面啊，接了多少通莫名其妙的女孩子打电话来找国良啊？哦，阿姨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哎，要不是我啊在前面挡着，我跟他们讲说以后绝对不要再打电话来了，烦都烦死了。哎。我看这样好不好？下次这些女孩子啊再打电话到我们家来，我就把她转到你们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阿姨，我现在是国良的审查员，一定要通过我审查之后，他们才能靠近。OK。那我就拜托你审查严格一点 ，OK？ 啊，我怎么就觉得这些女孩子啊，都是没大没小的。所以我看，这个李淑静大概也是个不怎么可爱的女孩子。我让你吃啊，要不要吃？吃甜不辣？你应该不叫。来，吃甜不辣，吃甜不辣，吃甜不辣，吃我锅料，吃我锅料，来，这个好吃的，这个好吃，来。煮的很烂的，我知道你喜欢。嗯，对啊，我一个人在吃火锅，没事啦。哎，妈，你记得帮我跟爸说新年快乐哦。哎，妈咪，等一下，好像有人来了，应该是佳佳姐，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。好，拜拜。淑静，东儿，怎么是你？我想说你应该是一个人啊，我就想过来陪你啊。哦，谢谢，进来。好开心哦，请进。耶！哎，淑静，还有人要来哦。哦，是佳佳姐啦，但是她刚跟我说她可能晚一点才会到，我们先吃，等她来了我再放一副碗筷就好。好，那首先。祝你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嗯，哦，你还没吃吧？还没。哦、太好了！来，我刚好煮好，来帮你弄。哇，看起来好丰盛哦！你喜欢吃丸子吗？喜欢。还有金针菇，我们的最爱。耶、yeah ！好香哦。淑静，你今天好安静哦，怎么感觉有心事啊？哦，没有啦，只是刚好你来之前，我在想国良的妈妈，大家都说她很恐怖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她妈妈喜欢我哎。淑静，你想那么多干嘛？你该不会得了善良的儿媳妇病吧？善
太娘的儿媳妇病，这是什么病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是看赵雅芝的那个韩剧上面讲，所谓的善良的儿媳妇病呢，就是说，那个女生她嫁到一个男生家的时候呢，她就会觉得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勤快温顺的媳妇，这样才是讨婆婆的欢心。于是她就开始一直改变自己，委屈自己，一昧的顺从她的婆婆，然后呢，照单全收婆婆的情绪勒索，就是所谓的善良的儿媳妇病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已经八九不离十。那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得过？阿林国良嘞，他怎么说？他是叫我做自己，不要为了讨好他妈妈而迎合。可是我觉得怎么可能？我这么在乎林国良，我当然担心他妈妈不喜欢我啊！而且我更担心的是，下场会跟他前女友一样，被迫分手。淑静，你要对你自己跟林国良有信心啊！虽然说大家都说有钱人家的饭碗很难捧，婆婆一定是又机车又刁钻，可是我不是要唱衰你的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的意思说你是李淑静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好担心的啊？哎，讲的好像是我故意选的一样，哎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人生命运就是这样啊，兜了一圈，兜了是你还是他？哎，那就没有问题啦。你看现在这个开玩笑，代表问题不大嘛，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刺探敌情的。不要乱做法。哎，我才不会嘞，这很认真，我是名侦探杜尔哦。谢谢大叔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啊，那个红包袋里面除了我给你们的红包之外，另外我到土地公庙里面替你们每一个人都求了一个钱母。你们回去之后呢，把那个钱母放在自己的皮包里面好好的保存，那么土地公就会保佑你们一年到头啊工作顺利，财运亨通。爸，谢谢。我还记得以前过年的时候，我都会陪妈去土地公庙拜拜求钱母放钱包。那时候妈跟我说，这个啊，就是让她可以当上房仲女王的幸运符。不过爸你放心哦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，因为明年我还要跟你一起去还愿。哦，你想要还愿，哦，那可要加油了。啊，我一定会加油的，爸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失望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多么感人的父女情深啊！哎，看得我都热泪盈眶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感动不如马上行动啊！我这里啊也有准备红包哦。你也有啊？有啊，每一包里面包了6600。6600的意思啊，是让大家六六大顺哦。能够从年头到年尾呢，能够顺顺利利的、健健康康的啊，事业顺利到年底啊，发财到年底，好不好？好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条件哦，每一个人都要想出跟猪年有关系的吉祥话。没有问题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从雅芝开始，来来。祝叔叔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青春永驻。然后再来跟着打猎的时候打到三只。哇，青春永驻啦！哎呦，你不懂啦，在我们部落里面，三只呢是最强壮的。啊，青春永驻的意思呢，是希望叔叔跟我们部落的三只一样，青春有活力，有梦见壮。哇，还是雅致有创意的。叔叔谢谢。太了解沈叔叔了，再多给你一包。新年快乐。好，下一位哦，曼丽。祝沈叔叔诸事顺利，猪年快乐。好，也祝你青春永驻。谢谢。哎，卖咖啡的。对，祝沈叔叔诸事顺心，猪年行大运。哦，也祝你生意兴隆。来，诸事平安，诸事顺心，诸事大吉，诸事大利。诸事平安，诸事顺心，诸事大吉，诸事大利。好，大赚钱，对，大赚钱，放心，谢谢。来，朵拉，沈叔叔。
祝福你新的一年，猪年到，好运到，猪年旺旺来！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来来来，谢谢。我祝你在这个房仲事业呢，能够大冒泡，一直冒泡，一直到年底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爸爸也来了，再送你一包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都有了啊。哎，只有200块的红包是谁的？是我的，是我的了，我的了。嗯，马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的了，怎么掉地上了？是啊，马大哥，过年呢一年一次而已啊，大家难得来到你家来这边团聚，他们又不是小朋友，都长大了，你这200块是，会不会？我这个红包是要包给幼儿园小朋友的啦，幼儿园小朋友的啦，哎，一个人200块，哎，哦，真有爱心啊！过年期间还会想到送爱心去幼儿园给小朋友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小朋友很可爱，应该给他们一个红包啊。我就不相信你，你是有这么有爱心啊？哎呦，沈叔叔，马大哥他真的很有爱心哎。那时候我们要做便当去给育幼院小孩的时候，马大哥有帮我们买菜，还教我们做菜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买菜还做菜，对，有耐心又有爱心，是是。哎，真不简单啊。这不算什么啦，我这个人啊，就喜欢帮助小孩子，然后照着自己心意走，就很自然就。哦，对，好心意哦。哎，好，那马大宝，那你的心意到底是到哪里？我心意多少啊？水洗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啊！不计较这个。而且不管是沈叔叔的6600，还是潘叔叔的1600，只要是红包的祝福，我们都会很开心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我们这个马大哥啊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！哎，那他至少啊，这个他包的应该是是，我的这个红包，你们的红包我也准备了，我放在房间里面。对，我下去拿啊，我下去拿啊，我去拿，好期待啊！大吉大利，大个头嘞，根本就大凶！问神明人家搞死谁啊？啊，你们门槛定那么高干什么？我们怎么弄？没事包6600干什么嘛？跟你非亲非故，你包6600，矫情了嘛？恶心了嘛？难不成我要包多少？那我要包8000压过你吗？我没那么笨，年轻人就，唉，年轻人意思意思包个200拿个喜气就好了。了不起600，炫富嘛！这怎么弄啊？这一个月房租就这样弄出去。新年快乐，马大哥，祝你吉祥如意，恭喜发财，祝你猪年快乐。马大哥，祝你诸事吉祥，诸事如意，猪年行大运。谢谢。我一定很开心啊。哎，王大宝，王大宝，你坐在那边干嘛？来这边开心啊！谢谢，马大哥，来来来，我们敬马大宝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宝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！我看我还是喝点酒好了。哦，好了，我陪你，我陪你。哇，酒量好好啊！马大哥，酒量怎么这么好？哎，马大哥，要喝。Go!
弄到了。那里、個、衣服。是谁的？哇！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太会拿香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。教会屁啊！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今天会很旺啊！哇，这1万块来旺，1万块更旺。师傅，师傅，看既然都烧到，我们就做纪念嘛，一人烧一个洞。不行，不行，我没有烧过1万块衣服。不行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来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改一下，眼睛闭起来，一下就过了，好，就过了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眼睛闭起来，闭起来，闭起来，闭起来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耶！秋婷，对不起啦。不生气哦。快乐，祝你升官发财。升官就好，发财就不需要了。我是军人，没办法发财。我们想说，跟你拜个年，林特助也一起来啊？对啊，来，你们先去那边坐。谢谢谢谢。坐坐坐，我们都喜欢坐地上。好啊。来，喝水。谢谢谢谢。人来就好了，干嘛这么客气？还带礼物？小小的心意啦。嗯，谢谢。哎，我们这样突然来，不会打扰到你吧？不会不会，我看你穿得那么休闲，你该不会打算过年这9天都宅在家里吧？这样哪有宅，我好歹也忙那么久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放假，当然要睡好睡满。也是啦，那既然你睡好睡满了，晚一点要不要陪我去朵拉家拜个年啊？好啊，答应得那么爽快，你跟你那个暗恋对象没有安排？他过年要留守。你跟我们之前的辅导长很像，他人很好，也是自己愿意留守，让别人先放假。那你有问他女朋友的事情吗？我室友跟他说，我可以帮他介绍女朋友，他说好。所以我想他应该没有女朋友吧？你这样问他好吗？那万一下一次他问你说，哎，要帮我介绍女朋友在哪里？那你要怎么回答？这个答案我早就想好了，如果他真的问我的话，那我就会跟他说，要不要考虑看看这个。骗人，你开玩笑的吧，太大胆了啦。我开玩笑的啦。佩服佩服。倒是你们呢，你什么时候去他家拜年啊？我还没准备好。真的还没准备好、啊。我知道我应该去拜访你妈，毕竟要真的见了面之后才知道怎么相处啊。但是，就很担心万一真的见面了，她不喜欢我的话。我妈没有那么可怕啦。还是是你姐。我姐哦。我姐其实也还好，她只是比较关心我而已。
他和我爸现在在欧洲，反正你就来和我妈吃饭，我在旁边我会帮你的。你如果真的要帮我，你就回去陪你妈啊。你妈一趟那么远来陪你过年，你又不在家，万一你姐打电话来，然后你妈说你都在外面，那这样子我的形象不是负分了？哪有那么夸张？当然有那么夸张啊！想一想，如果我的儿子过年都不陪我，在外面陪女朋友的话，我当然觉得这女生很不体贴啊。好像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了啦，我会回去跟我们儿子讲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到时候妈妈会生气。什么我们的儿子啦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啦。你看，这是沈叔叔的红包，这是马大哥的红包。你看，两个重量不一样，厚度也不一样。哎，赵老师，我们跟沈叔叔认识比较久啊，那马大哥刚认识，他包价已经很不错了。嗯，而且人家马大哥只是个房东，本来就没有义务要给我们红包啊。哎，当包租公收这么多，应景一下也包个红包给我们吧。儿子啊，你又不是房客，你干嘛跟人家讨红包啊？班长，干嘛？你是不是因为马大哥对你特别好，你就不在我们同一阵线？对，他哪有特别对我好啦？明明就有，那时候我们刚搬进去的时候，没有 WiFi， 没有电视，说什么我们不能被三 C 绑架。对啊，然后等到你来之后，哦，就 WiFi 了，哦，就机上好。你说他不是对你特别好，不然是对谁？为什么这样听下来，这个马大房是不是喜欢朵拉？哇，没想到我妈桃花还这么旺啊！啊，有了博学多闻，又多了一个马场大房啊！再说在前阵子之前，还有一个三重萧敬腾呢啊！喂，人家马大哥会这样，是因为对我们的一种尊重，好不好？你想到哪里去啊？哦，朵拉，但他对特别的尊重。啊，我想到了，还有开火的事情也是这样啊。嗯，我们去的时候说不行，结果你一说洗手做羹汤，他马上让步。哎，你们忘了，马大哥他这个人是有洁癖的。当初我是因为跟他打包票，说一定会帮他整理干净，所以他才答应的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本来就是啊。你们只要遵守好公约，自己自律性强一点。只要是合理的要求，我觉得马大哥他是一个好沟通的人，他都会答应。可是这样听下来，好像只有你的要求才是合理的要求。没错，而且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制止那个马大房。嗯，你是过年太闲是不是？没有，很幸福啊。班长，我们这个叫做扛弟兄、扛姐妹、扛同袍。我们等一下要去扛国良、扛书记。哎，国良书记干嘛？我晚一点要去陪那个美魔女吃锅啊！我要去帮楚靖刺探军情，我来负责收集情报。抢救朵拉大作战，自取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关我什么事啊？跟朵拉有什么关系啊？来，朵拉救了。你们都是国良的同袍啊？是。报告阿姨，你好，我是郑光熙。报告阿姨，你好，我是关亮。啊，放轻松一点。对呀，轻松点，轻松点。现在不是在当兵，好吧？对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哎呦，国良，他们好可爱哦，可是有点夸张哎。赶快吃，不要客气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这样夸张还好，更夸张的已经回屏东过年了啦。啊？谁啊？就是我们的班长啊。班长？对啊，他也是住这里啊。如果你还留在台里的话，你有机会碰到他哦。这么有趣的人，我倒是想要见一见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我啊，在台北多住几天。好啊，好啊。对啊。来，吃啊。好，来，你们吃啊，泡菜好吃哈。我自己啊，来啊。来，喜欢吃什么自己拿，不要客气啊，这里就是你们自己的家 ，OK？ 来，谢谢阿姨。你怎么都不动啊？来，阿姨，你来台北之后，天天几乎在吃火锅。吃锅有什么不好啊？又简单又方便。
对不对？高汤一煮热了，开了以后，你想吃什么就往里面丢，对不对？想煮多久就煮多久，自己做选择啊。最重要的是这个汤头啊，它是越煮越浓。这啊，就跟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，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，这些朋友呢都有他们的特质，有的呢会交往久一点，有的呢过了水就走了。可是呢，不管他在这个锅子里面是煮得长还是煮得短，他最后呢，他的味道啊都会留在这一锅汤里面的。哦，阿姨，你讲的话真的很有道理耶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哎呦，大家可以录音吗？哎呀，好棒好棒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你。光心是吧？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哦，我主业是插画家，然后副业是摄影师。哦，太棒太棒了，你将来绝对会红。来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来来，谢谢阿姨，阿姨敬你啊。来，一起。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太好了，来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要跟阿姨喝啊，你们要考虑清楚。你这讲话又听阿姨就不高兴了，你讲错话了，我罚你干瓶。哎，我还没吃东西。干瓶。我妈是有干瓶的。干瓶，来，干瓶，好，我最喜欢看他喝醉了，你知道吗？又唱又跳的，多可爱呀！妈，你还记得啊？当然。嗯。哎，你们。你们怎么都不动筷子了？啊，吃不下，吃不下了，饱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喝嘛，来。我的，哎呦，这人哦，那也家里没动头了。哎呦，才喝那么一点点就跑去吐了。哦，一点都没有这个。原住民哎 ，keep 哎，对，还是我儿子最棒，他遗传到了我，千杯不醉。对啊，妈，要是我喝醉的话，谁来收拾啊？而且这种活动，下次就别让他们喝那么多，你看他们那么辛苦。什么辛苦？喝酒是享受哎，怎么会是辛苦呢？这要是说起辛苦来的话，你妈妈我是最辛苦的。好，妈妈你最辛苦了。切，光说不练，这样子就算了，不够。帮你妈按摩。哦，好了，我来了。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哎呦，舒服，好棒啊，我的乖儿子。哎，来，好，妈要给你一个红包。谢谢妈。耶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乖，哇，阿姨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哦！吐完回来就拿红包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哇塞，这小子真能耶！那有什么问题？来，我每人一个。哦，来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吉祥话，万事如意，福事大顺。啊，坐，来，坐，大家坐，加油。这样子才喝那么一下下就变这个样子了，这以后要是外出去应酬怎么办呢？我看这样子好了，阿姨以后有空啊，我带你们去这个攀岩，还有高空弹跳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太刺激了。哦，那我们就云霄飞车好了，好不好？云霄飞车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你姑娘，我都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猛呢？哎呦，虎舞群子。哎呦，拿了红包嘴巴就变甜喽，这个我喜欢。来，阿姨呀，再给你一个。阿姨，爱你。宝贝，不要很啰嗦，妈给我，你就不要客气。我跟你们说哦。阿姨啊，我们港湾的爱丁是港湾的啦，但呢，他港湾的我们不一定有胆。阿姨，你很丑呢，有吗？阿姨好像真的很喜欢玩极限运动。对，我喜欢挑战，我喜欢玩速度感很快的那种运动。光心嘛，光心，你要不要先录音啊？啊，对，我都忘记录音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啊。这样子的，
我喜欢挑战，我喜欢速度感很快的运动，因为啊，我们的人生啊有太多的可能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都不去做的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今天我们的男伴都被约走啦、啊，只剩下我们这几个黄金剩女在那边聊天打发时间。没有啊，你的没有啊，什么我的啦？对啊，你的博学多闻啊，他不是没有在案发现场。他哪是我的啦？他没有在也好啊，不然他一冲动起来，就想做人家啦。你这是真的？哎呦！哇，你们都在啊！马大哥，马大哥，哇，你们这几个感情还真好啊，三不五十就聚一下，三不五十啊就来一下 woman's talk 啊，很好很好。朵拉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爸爸下次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啊？哦，他最近应该不会来嘞。哦，他最近都不会来啊？那有点可惜，我是想说，我准备了两片上好的乌鱼子，我说他要是来，我煎给他吃，顺便弄几个下酒小菜，我跟他喝两杯。没关系啊，顾朵拉的爸爸过来，你可以招待我们啦。好嘞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OK 哈，好啊，女儿吃也一样嘛哈。好，那我去弄一下，你们先聊啊。谢谢马大哥。佳姐，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你的暗恋情人现在发展到哪里了？有没有揪啦？我，哎呦，还没啦，进展哪有那么快啊？这种问题你应该要问蜀靖吧。蜀靖，不能问我啦，因为我现在也还在牵手的阶段而已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你们才到牵手？I can't believe that 什么林特助居然是个大木头啊，没办法啊，跟木头交往就是要接受这一切。佳姐，你一定很有经验，你教我们嘛。干嘛做老师？你之前秋婷做得太慢了。我哪有？哪没有？我们只是八九不到十啦。打不到十，你十一十二啦，你们好吗？你还夸张啊你。我会害羞啦。你会害羞？哎，大过年不要乱开玩笑。真的啦，我们部落虽然很多人追我啊，但是我的初吻还在，我肚纹还在，还在呢。哎，赵老师，很多人追你跟初吻还在有什么关系？你有没有看电视啊？黄曼丽，电视上面的男主角都是先告白之后再亲一下。哦，赵老师是电视剧看太多了。可是我吃这一套啊！你们想哦，我觉得秋婷呢会很温柔的摸着我的头，然后牵着我的手，然后带着我一起绕圈圈，绕圈圈，绕圈圈，然后呢，空气中就弥漫着粉红泡泡，啵啵啵，然后我们的嘴唇就靠在一起，哇，这世界的时间都停止了，太有梦了啦！来，乌鱼子来喽！好帅，不行啊！太帅，你不喜欢？下次，下次，下次！对，拜托，拜托！你以为你在演卡通啊？拜托，还什么粉红泡泡，啵啵啵，啵啵啵！秋婷又不是暖男，跟他转圈转转转，他就把你甩出去了。你不要破坏我的幻想，我不是破坏你的幻想。我是告诉你社会的现实。哎呀，我说真的，你们啊，真的想太多了。现在这个拍的偶像剧啊，都是给你们这些女生看的啊，你们那脑袋都不要装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那天曼丽啊，曼丽，啊，还在门口演个十八相送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曼丽，你在门口做什么？你怎么没有跟我讲？哎呦，没做什么啦，就只是。差一点什么？讲，哎呦，反正就是那天何宽要送我回家，然后就在那个家门口，然后他头就靠近我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
马大哥就开门了。哎，马大哥，你很煞风景哎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你们现在怎么怪怪我嘞？我不怪你，我怪谁？不是哎，他们是他们的问题，他们要亲，他们在外面亲完再回来嘛，他们在门口也不知道干什么，等了那么久。所以你跟何宽亮真的没有？后来就我就开门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叫何宽亮霸气，霸气的。